將你啲沙就跌翻落去嗰個貓砂兜嗰度咯。咁因為同埋我嗰個膠鏟咧個邊咧好薄嘅，所以咧就算嗰啲係尿咧，咁你一鏟咧就可以成個濕咗啲貓砂都可以掉咯。同埋價錢都比較相，係啦，我諗20多蚊。好粗。佢就可以即係防蟲嘅。你講唔中意聽得。防蟲嘅原因。5、4、5。